哎呀，等一下，这边我们刚来到这就是这个地方，有看到吗？这个Artis Loannis Aesthetics， 哇！嗯，好，现在走到他们这个乡镇里面来，哇，这是 amazing。大车怎么进来哟？哇，你看这多原始啊，真的好棒哦！这可以住在这边的，才有餐厅啊、民宿啊，真的就是一种特色。只有小车可以过而已，大车就没办法。真的，你看。哇，这比欧洲还欧洲，哇，太 amazing 了！哇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你看，哇，太棒太棒了，真的不虚此行，非常非常的传统的小镇。这是昨天饭店的柜台跟我讲，他说这边很有它的味道。如果没下雨天的话，这边住上一晚。可是相对的，英文这边没有用，这边应该讲英文的空间不大。这边是可以看风拍风景的地方，哇！停车就停在这边。哇，漂亮！好棒！对不起。哎，好，慢慢再往前走。哇！你看这石板路，你看这要花多少时间去经营？而且不建议租大车来，我们这种小车刚好可以开车上来。等一下我们会再返回去，因为到我们十五分。这边的 GPS 设定就没有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买到那个全程的手机 SIM 卡，只能用记录的部分。哇，还有小 puppy。城市的古老建筑这边更有异乡的特色，也有一番的滋味。你看，比我们的九份还九份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那个住的地方，有没有 ？Tokastri， 哦 ，Tokastri， 这个，还有 Tokastria， 棒。车比较好，因为方向在左手边，有时候都还是喜欢靠右走。哇，要记得靠左，靠左。还有那个香包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返回到 Portos， 还有它这边设计目前都是单行道的方向。我想这个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的台湾的民众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哦，真的是很深入的塞浦路斯之旅的部分。原本想说都以大城市为主哦，现在走到类似这样的话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。OK， 啊，再往上走，走到底还有7公里，就是我们刚才走的哦，别有洞天这样绕一圈哦，赶快我们跟上前面的那个带路带领头羊哦，发喽，加油，小 K 啊，加油！好了好了。